我的，我去，嗯，这是哪里？你是谁？为什么戴着头套？为什么不敢见我？记得我要马甲送落了荧光棒。啊，一次性送十个火粮到这个，可以慢慢的每天就有免费的十个火粮。这样的话，一分钱都不用花，可以慢慢升级楚河的徽章。七级户的 VIP， 九级可以跟主播一起玩任何游戏，大概看一个多月直播。十四级可以获得这个小歪皇马以及频道管理员。二十级以上呢，每年主播带你们一次出国旅游，看三四年直播。主播给你们个人的话，一个人花个二三十万吧，人民币。然后想加入主播代言团的呢，也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分享，那分享直播间，啊，分享直播间，就比如说这个等你啊，等你这个是直播间的分享团长，前两天分享的，然后第一天就直接当团长。然后那个手机可以点右上角，前十名的话可以跟主播一起玩游戏，不用看那么久直播。十点跟四点，我们的底牌是十啊，是十。然后呢，桌面牌是四，然后对面是七，底牌不知道。谢谢芒果送的荧光棒。嘿，现在前十很好进。Who are you？ 谢谢无名之秋。以后的话就不好进了，因为这个东西刚刚出嘛，每天都可以分享嘛。You just go whoa。谢谢我们的酒送了一台挖掘机，牛逼也，谢谢酒。谢谢我要马甲好友魏送了荧光棒，谢谢。等级够了之后可以去歪歪楚河贴吧发帖。Are you fucking kidding？ Alright, Clancy, my man。由我们先抽，我们十四点的话，其实赢面还是很大的，二分之一吧。二分之一，只要我能抽一张七点，好吧，七点在他身上，我们抽七点的几率很小，但是我们可以抽一个六点或者五点呢，对不对？是吧？那肯定要抽啊，那不抽怎么赢呢？赌博游戏不赌怎么赢呢？是不是？抽三点，不错，十七点直接停下。谢谢金瑞徐送的四组的礼物吧。如果他底牌是十一点的话，他才能赢我。但是我不相信他底牌是十一点。他停牌了，那我跟他拼了。也就是说，十一张牌，他底牌是十一的几率只有十一分之一。I'm gonna stay。赢我的几率呢太低了。再见。谢谢子乐送的荧光棒，想赢我是不可能的。剁。Crazy。哇，挣扎，你还在挣扎。哇，血冒的。谢谢子乐送两组的荧光棒。信不信我一根手指都不会少。对面虚了，对面很慌。一张八，一张九，十七点。就算他的底牌是十四，他也是十五点，我直接不用抽牌了，牌都不用抽，发牌子，哇！如果他的桌面牌，他的底牌超过了五点以上，那我就跪了。该不该抽呢？抽不抽牌呢？一二三四，他有四了，一二三四，其实我可以赌一赌，其实可以抽也可以不抽，二分之一的几率，他也可能会爆牌，也可能会不爆。谢谢点寂寞怕孤单送的六六。嗯，停牌啊，停牌，不要玩那么疯狂嘛，对不对？玩那么疯狂有什么用呢？是不是他玩不过我的？跟我玩，来吗？来吗？接口送的荧光棒。这你还用玩吗？随便抽一张。
去！我都说了一根手指都不用动，直接拿下一胜，直接拿下一胜，无敌！Crazy！ 哎呦，哎呦！你不得了喽 ！Now you let me go. Now you let me go. That's how the game works. 借这笑声无敌来送他的荧光棒，来嘛！还要起来，还想回家？想回家见自己的老婆跟女儿是吗？啊！谢谢周月送的了荧光棒。但是见你的老婆跟女儿也不用杀死我呀。What the fuck？ 还跟我来一局。What the？ 第二轮。Hey， what's going on？ 啊，害怕啊！害怕喽。哇，这电压！我操！我的手！哇，要死啊！真是要死！谢谢莉亚送了两组的荧光棒。时隔电压，电的人会变，电的这个越来越焦，越来越焦。到电最高电流时，你就能操控闪电喽，是不是哦？加二，一个加二牌组，六点牌。这个王牌每次都是一样的，就看抽牌能抽出什么牌了。二六，哇他又抽个六，你抽个六，这我怎么用啊？抽一张。四六四六四二，十二，扔垃圾。再来一张，五八。啊，五八吗？五八，我再抽一张。拼，不拼怎么赢？我一点。哇，这样不抽也不行，他已经十三点了，再抽一张。那楚大刚才什么呀？送了荧光棒，七点，漂亮，直接二十点。他已经懵逼了。我算一下啊，他如果拿到他如果底牌是九点的话，七点的话，他最高十九点，这把我稳赢，稳赢，加了电压，我吓得哭了，哭了吧，兄弟，电死你，今天老子就电死你，来嘛，来嘛。我哟，焦了，身上都焦了，血字，哇，这么多血字，那怎么办嘛？贾二，谢谢刚才的游戏呢，送的三十个赞，刚才的游戏当皇帝了，四三九九，谢谢曾经六十一。你们要不知道可以去 YY 楚和贴吧去问老司机。我还有家人，那我也有家人呢。啊，我妈不是家人吗？抽一张三点牌，拿到一张王牌。我操，我这狗逼要电死我。这白豆送了的荧光棒，十一九，我看我王牌，哎不行啊，这个王牌只能被我垫四格，我垫四格吗？哎呀，来吧 ，I'm gonna stay， 来，要吧，赢炸了，我二十六点到二十点。
我的手我慢慢变焦，让我们慢慢变焦，让爱情慢慢变焦。这种程度我可受不了啊。梅丽莎，哦，她的女儿叫梅丽莎吗？要不这样，岳父放我出去，我照顾你的女儿跟老婆。直接21点，这他妈这人品加2，五格电压弄死你！我去，想赢我？你妈！哎，你竟敢移除朕的手牌！Give me another. 我再抽一张。Hit me. 6。Give me another. 再加一张。他爆了吧？我再抽个3。19点应该能玩死他，应该可以玩死他。我再赢他2把，再赢他2把绝对没有问题，可以的。你看嘛，你底牌是个1，你跟我玩什么吗？你不找死吗？冒烟呢，都冒烟了，颤抖对不对？是不是颤抖了？看到我畏惧了，对不对？移除牌，24。Nick， 快哭了！怎么办？哎我去，要电死我！哦，我这把不能输，我这把输了必死无疑。他不会19点吧？我抽一张，3。他再加一张，我即使抽到牌11，即使抽到11点，我都可以搞定。将您抽的牌返回牌组，5，那我赢了呀。2、3、4、5、6，顺子呀，赢我。我算一下，你底牌是11点，桌面牌7，最高18。I'm gonna stay。撒油啦啦，再见。Off day。我看你能顶几，看你能顶住我几回。我现在，哎，看来你拿了一个恩惠奖嘛。No, you can't be serious. Don't kill me. No kill me. No kill me.哇！哎呀，身上垫了那么多血渍。He's dead. He's fucking dead now, right? Tell me we're done. 来嘛，继续。Okay, Clancy, you want to? 继续跟老子来。Guess I'll set you up. Huh? 第三把砍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今天，哎呀，这变的呀，残暴呢。Hoffman， 觉得自己很无敌。What the fuck is wrong with you? You promised to let me go. Hey, sick fuck， 还不让我走，还是不肯让我走吗？来第3把，砍头。Oh, what the fuck now?第三把赢了之后就3连胜了。巨子先生为霍夫曼留了点东西。Clancy， 来呀。七格，按格数来决定，格数来决定剁不剁头，砍不砍头。这把必输不一定，必输就错了。5点牌，六一抽一张。Hit me。9，六一抽9不刺，
六一抽九补四，我赢了。六一抽九补一个五点，二十一。I'm gonna stay. 过去吧，句子。过去吧。十八对二十一，来继续走两格，我再走你六格，我就锯开你的脸，砸烂你的脸，来嘛，互相伤害，拼嘛，浪费，不算浪费。那其实我应该第二把用五点的，第二把用五点可以走他两格，十六点，他停牌了。抽一张吧，没抽。哎呀，这啊，这把我让你。I'm gonna stay. 这把我让你。这把运气不是非常的好，运气一般般。十六十一 ，Hoffman。换不了，换不了牌，没有换牌的王牌，没有换牌的王牌。三，四点牌，十九，给老子玩，玩，你死了，兄弟，再见不送，十九点稳赢。你妈这赢不了哦，我倒立吃屎哦。来 ，I'm gonna stay。来，宝贝。哟，你还跟我加？你加牌有什么用？爆了，绝对爆了，这还不想都不用想。你底牌难道是一点？我不信。停牌啊，你还三格？你底牌还能是一？真是。你想杀死我吗？我们以为，我以为我们是朋友 ，Classy， 哎，朋友，你跟我朋友什么呢？跟我朋友，你看我今天这把不锯死你。返回，将您抽的上一张牌亮回你的牌组。八六，八六。八六抽一张，我操，十点，十点，这尼玛有点焦灼呀、啊！将您抽的上一张牌亮回牌组，返回，然后再抽，七点，哇！我操，二十一，看到没有？二十一，我赢！谢秋玉豆子送你幺八八大宝剑，这他妈还想什么？那对不起了，真的对不起啊！哎呀，哎呦，有一格怎么办？还有一格。五，借陈氏一刀送的了大宝剑，一个加二牌组，一二 ，Clancy 要打我，我该怎么办 ？Clancy， 我不能放弃，一定有什么办法。欧耶，太棒了！我想我能使出这一招，完美抽牌，抽出牌组里最有利的牌，那就是二十一点，生死一搏。当这张牌在桌面时，两名玩家赌注增加一百，对手无法抽牌，也不能使用王牌效果抽牌。一百，西迪，对手抽出牌组中最有利的牌，爆牌。还笑？你笑什么？啊！哎 ，what the hell？ 你还 what the hell？ 巨莲，
玩什么玩？他醒了，他居然醒了！我的天，我的天，这个，好残忍，好残暴！暴力飙车呀！啊，暴力飙车，现在结束了对吧？是不是结束了？啊？还跟我拍场，我第一次赢啊，第一次赢了，你真是无情啊，给我送一份额外的好礼，那就是再玩一场游戏，就你跟我玩赢了游戏才能离开这里。变态啊。啊，结账结账。